那我们主要叫我们叫鸡冠母，然后我们是利用鸡母，然后利用我们国中所学的各样的科学原理，像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投石器，它在2000多年前阿基米德就发明。那如果我们只是用手这样子发射它，那这样就是最简单的投石器。那我们在上机关网的时候，所谓的机关就是它可以用来启动，所以我们就会多带进去一个叫卡锁的概念。这个平常时它只是练，就是练这个很像脚踏车的练，但是现在我只要给它做一个小小的变更，它就变成一个机关。那如果有人误触这里，哎，它就发射了。那所以我觉得这社团最好的就是它可以把我们课本上学到的科学原理都把它做成。